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喝醋冰》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喝醋冰节目，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有100年历史的传统市场台中市第二期啊，在这么传统的这个市场里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除了我们通常脑海里面想到的菜市场有的东西之外，在这个店里面却充满了这个精品，有好多的精品杂货店，这个是非常特色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精品杂货呢，有一家店也是可以说经营了好几代，而且有很多很多朋友在他的生活记忆里面可以说烙印了台中的历史，到底是哪一家店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。老板娘，你好。你好。嘿，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店名。我们的店名是德昌手艺生活馆。德昌手艺生活馆。哇，好。因为你们的店历史太悠久了，然后影响的人太多了。所以一定要请您好好的介绍一下。我们店里面呢，主要的营业的项目就是手工艺方面的东西，有关于 DIY 的东西都有。比如说，那我们有点需要一点保暖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自己织围巾。所以织围巾的材料，就有织帽子、织围巾的材料。那如果你想深入一点，我们有课程，有老师来教学这些，可以做背心。是在这边教吗？还是对，在这边教。真的，所以就在这里买材料，然后还在可以在这里上课。对，那如果像以围巾来讲，我们可以入门的话，你可以用钉板来制作围巾，那我们就有现场教学。真的，你只要买工具、买毛线就可以现场教学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在你的店里面就可以取得。是的，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服装的配件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衣服，那你觉得太素了，那你想要加一点蕾丝，或是加点饰品，像是项链，这都可以自己做哦，可以加上去的，自己 DIY。对，以 DIY 为主，都要来找。第二市场，对，德昌手艺，好。除了我们看到的琳琅满目，包括什么纽扣，有纽扣、车缝用品，这些什么珠珠亮片，珠珠亮片什么都有。好，然后这个漂亮的这个蕾丝，也很多、然后举凡在店里面几乎目不暇及哈。我们是以像超市这种形态来经营，让客人可以自己有逛的乐趣。所以呢，我们德昌最早经营的方式是以百货店为主。以前他从民国44年开始，阿公的时代过来的。本来只有前面那间卖场而已。就是店面就是三民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现在后面的这个店就变这么大间。是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你的话是第几代？第三代。是的。哇，第三代，那你是女儿还是媳妇？媳妇，娶到好媳妇哈。谢谢。店大呢，愈做愈大间。好难得哈。我们很幸运哈，忽然来了一位先生，然后这个人是
重要的人介绍一下。你好，这位是我们家的老板，德昌手艺行的老板郭永固先生。是，然后听说哈，听说啊，老婆，美丽的老婆，她有一句心声要讲，哈，到底哪一句话很重要？我常跟她开玩笑说，你这一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娶对了老婆。嘿，这个表情一看就知道说，啊，老婆讲的一点都没错了哈。嘿，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话也没有错，谢谢你哈。我们老板的理念就是希望说，客人来想要他的东西，可以在我们家就可以买到齐全。哦，对呀，你看我看到了鱼线、仿古配件，什么玻璃珠，什么，然后这边还有松紧带，穿手珠的松紧带。哦，是是是，所以包括很多的首饰都可以 DIY 自己做。对对对。那如果你手珠坏了，还是可以再换珠子就可以用，不用把它丢掉啦。哦，这样也很环保。好，所以像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祭，我们那个宗祭的那个线，如果脱落了，也可以来你们这里买材料。对对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教我们代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帮忙代工，帮我们编好。是的，真的。哎呀，今天来德昌来对了。然后我看到还有什么亮片，对，还有进口的珠子，像这个珠子的部分就是可以缝在衣服上面啊，或者我们把它串起来，夹在这上面都可以。哦，是哦，哇，所以呢，很多东西你哪些？买成品的话贵松松，可是自己 DIY 的话，除了可以学到很多的手艺，然后又可以省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而且会很有成就感。嘿，那你的东西当然是独一无二的。我看到这个有各国进口的这个什么绣线，这个是用在哪里？通常来做十字绣，十字绣，对，哦，做画，做画，哎，对，用缝的，对，用缝的，缝成一幅画，然后也有人拿来做幸运带，编手链。哦，是哦，光是这里就好多各个颜色，深中浅好多，对不对？各式各样的颜色。那通常这个作品都是学校的学生会来买，还是说社会人士也很多？社会人士也很多，就是对这个手工艺方面有兴趣，他就会来买来做。所以这个是十字绣上面用得到。嘿，对，然后再来编幸运带。幸运带，对，挂在手上。嘿，对，也可以挂在脖子上。可以，可以。太棒了，哇！您来的物件实在不卖了呢，就这样。哦，映入这里眼前的是，这个、老板娘，这是木珠，木珠，对，你要有那个复古风。也是一样，可以拿来做项链哦，缝在衣服上面，就民俗风了。嗯，好，那你要把它做成门帘也行。门帘是，现在比较少人用，因为很复古，很复古哈。对对。啊，这个不是像帘子一样吗？对对，然后它是娃娃，它可以拿来编中国结。是哦。好。哇，然后。所以可以应用很广。对呀，然后这个。这个像是什么豆子这样子，也都可以拿来做手工艺。嘿，对，你就缝在衣服上当装饰，然后来穿手链、项链，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，可以让你很多的变化。难怪要常常来你这里走一走，卡袂老呢。而且动手做的话，可以灵活我们的脑筋呢。对，不容易老年痴呆。对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丽彩胶珠。丽彩胶珠，它是拼豆的那个底盘。嗯，然后我们一样把它想要你要的花样或图腾，把它排上去之后，用熨斗烫过，它就会变成粘在一起。
真的啊，对，哦，这个听起来是很好玩呢，是，哎，然后可以做很多的作品，所以立体的或者是平面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个诶，立体的这个立彩胶珠是你在烫过熨斗以后，它就会呈现我们要的形状。嘿，对，就会粘在一起了。那还有进阶版，这是更简单的，它是水串珠，有的串一般的串珠都有洞嘛，然后这不用，它不用穿，不用线，你把它一样排在模板这个板子型上面，排你想要的图腾，是，然后你只要喷水，等一下干了之后，它就粘在一起了。真的，所以小朋友来玩更好玩，或是年纪大看不到洞啊，哎，那没办法穿，我们就可以玩这个。所以，讲起来又有游戏的功能，又有让我们动脑的功能，对，然后又可以训练手眼协调。嗯，来到这一区，我觉得非常感兴趣，到底这一区都在卖什么？我们请老板跟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一区呢，主要都是以中国结的线类为主。中国结的线，它光是线就这么多，对，就都是琳琅满目。粗细，对对，依照你的需求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你编结，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材质，它更粗细，它就衍生这么多出来了。哇塞！观众朋友，自己来看，自己来参观，自己来选购，一定是最棒的。是，所以我们谢谢老板娘接受我们的访问。德昌在这里可以说已经好几十年的这个历史，能够从古早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一定有他们成功的最大最大的关键点。所以呢，也是我们社会的好榜样。好，希望你们宏图大展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现在来到这一家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杂货店呢，啊，他的东西从古早到今嘛，拢足吸引的。有人在吗？有。老板娘。哇，你拢无较老呢？老几啊岁啊咧？想讲。老几啊岁啊咧？自古早甲你做高官做你的人客，即马会用阁看到你吼，伫遮咧经营遮尔赞的店，感觉足感恩的啦。谢谢。嘿，谢谢。你拢卖什么物件吼？来啦，甲咱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。恁嘿，恁这间店嘿，从阿公做到今嘛。从阿公，你的阿公。我阿公，爷爷。爷爷。做到今嘛。做到这久，安尼拢总几十年。应该啦，连爷爷算在内，应该100多年了。100多，啊，唔着自日本时代就开始做，嘿，啊，咱第二期啊，今年要做一百年呢，嘿，哦，啊，恁自古早都是伫卖这个杂货店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因为你们的东西太多了，对对，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你们我们这里。就是日本货也有，还有南洋货也有。日本货应该是占比较多，因为我们的接收入比较快了。一些调味料啦，或者一些你们要送人的礼品，还有一些那个零嘴什么都有，零嘴。嗯，进口的零嘴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台湾的零嘴也有。台湾的我们比较少，比较少，对，针对都日本货比较多。嗯，哎，希望大家只要有兴趣的来参观参观。是，所以咱伫这个第二期啊，入来，伫咱的这个，有我们这个刚好在市场的中间。中间。我们这条，因为它现在中间有一分，什么线哦？我们这刚好在绿线上。绿线，它有绿线上，绿线，啊，咱头前这条巷啊，行出去，就是中山路，中山路，三民路的交叉口，嘿，红绿灯遐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足好找的啦，啊，
这里底我相信有真侪朋友来是买安尼较高级的，这个做礼品的时阵，拢会来甲你交关，对无？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进口的香菇或者一些洋烟酒都有。都有。哎，对对对。所以，这家店呢，它的特色就是说做高级礼品的杂货，各项品样非常的多。那从阿公那个年代一直经营到现在，一直都是在咱第二期的里底独一无二咯。对对 对, 對，我本身从十几岁就开始了。啊，那样哦，啊，那所以唔得目睭咪咪伫店里，内底吼，啥物物件藏伫倒，你拢知？哎，大部分知道了。大部分吼，对对对，啊，拢你伫顾店。我啊，请一个小姐，嘿，啊，个温先生嘛，你到讲咧，嘿，厝里大家啊，共同拍拼的对啦，对对对，嘿嘿嘿，啊，你开店的时间在时啊几点开始？八点半。八点半哦，晚上六点。安尼哦，敢那暗时无得卖尔啦吼。哎，对对对，晚上这里可能就没有什么人潮。嘿，哇，足感动的吼。谢谢。一分努力才有一分收获啦。对对，说得好。是呀，像恁安尼兢兢业业、一步一脚印的经营，才会当讲安尼经营几呐地人安尼要用这个保持这个店哈，而且可以继续的传承，对对对，是呀，还蛮爱客人呐，多多照顾，多多照顾，可以一直传承下去，是，啊，当然是恁卖物件爱足实在哈，嘿呀，啊，人客买了有信用，就继续过来，啊，足感恩的哦，谢，继续拍拼，嗯，多谢，和恁大赚钱，好，谢谢。市场的后面六角楼广场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家非常温馨的店——三之一咖啡。在这里呢，有一对高追的夫妻，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老板，你家己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自我介绍，我姓陈，陈宏志。是，啊，你开什么店？我开咖啡，咖啡，吼，咖啡啦，啊，搁饮料啦，啊，搁果汁、醋饼啦，好，三之一咖啡啦，哈，三之一咖啡，陈老板，好，这位是，哇，刘乃凤，陈太太，我本名刘乃凤，这对夫妻呢非常亲切，而且他们呢，可以说是在地台中人，同时他们又在第二市场里面，可以说阅历了第二市场不止60年的光景。我们听听陈老板，你少年的时阵，你伫遮你经营什么？哦，我少年的时阵，我伫遮经营水果大卖。水果的大卖。批发，批发水果批发。哈，啊，你水果大卖，你做偌久？哦，那安尼水果大卖差不多做了50年，50年哦，40年。哦，啊，唔多，咱第二期啊，在卖这水果上 top 的时阵，你拢伫遮。哦嘿，迄当初伫遮足发展的时阵，我都拢伫这边遮啊。啊了后，都已经嘛拢饱和啊，你知无？啊了后，遮从啊，从啊刷过。中青路那边呢，在啊，路现在的那个中央果汁市场。嘿，老板娘，你是在地人吗？我第一市场长大的，嘿，底下出世大汉的啊。好，阿老公就第一期啊，一定就是跟这个蜜汁妈咪有关系，对吧？我较早，我就是，我妈妈做水果小卖。呵呵。啊，
就是小妹拢有一挂会得着吧，吼。啊，尾啊，阮爸爸就啊来动脑筋，煮只个来做苹果食。嘿。哦，啊，都捡头捡尾，无你也干啊，实在讲干啊，卖水果卖趁钱啦。你干只个会得就定去啊。啊，所以阮爸爸伊动脑筋，就是讲啊，无只个会头会尾，咱会用来加果汁。嘿。啊，拄好伫市场买蜜豆冰，阮嘛就啊来来卖蜜豆冰。嘿。啊，切水果盘。嘿嘿嘿。看老板娘吼，非常的风趣啦吼，她说吼。现在的少年哦，拢唔知虾米号做迷之妈咪啦吼。哎，足可惜，咱台中上好的名产，嘿，冰品是最第一名的名产。较早成功岭的阿冰哥啊，落来咱啊放假来来咱台中哦，就是一定要找吃阿底迷之妈咪食。啊，就是安尼吼，拄好。去哦！伊第一车改建了，或者怎，咱的这名字他们煞无去，煞无去，哎，可惜哦。嘿，是讲比较紧啦，哎，总是时代在转变吼，总是有无同款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啊，咱这个广场遮拢是水果，大批发对吧？啊，这间较早阮妈妈娘家，啊，这间厝阮阿公就是伫遮咧做水果。阮阿公较早日本时代，因就是伫遮咧温金蕉啦。啊，这就是阮妈妈的娘家。啊，甲我嫁阮先生的时候，阮妈妈讲，感恩我讲，啊无三宝因要出来做啊吼，啊无你即马你即间无用，怎互阮两个落只经验？啊，阮两个全都只经验，哎，着甲因姐夫着无做啊，啊，阮着家己做，做甲咱这。刷过中青，中青了，搁做操十五年。我甲你先生讲，等下六十岁啊，无做啊，较粗重啊。啊，即卖咧传孙，足欢喜的。哈，嘿啊，忙错啦，啊，都心里忙错，啊，都加减在老伙仔看忙错啊。嘿，啊，几个孙？我两个外孙，一个内孙。嘿，哦，十个孙啊。嘿。安尼就有三个孙通个娶安尼吼，真老个嘞，当阿嘛真老个嘞。哎呀，囡仔吼，阮遐囡仔礼拜拢会当来甲，当来才吃饭。吼，啊，平时个人啊，嗯，啊，礼拜日查囝两个查囝，加在啊囡仔娶来，当来才甲我吃饭。哦，儿女们，听到陈老板这对夫妻吼，讲到孙，讲到家己的囝、查囝吼，诶，囝婿，休困日啊，拢会带孙都回来，啊，笑口常开，就像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说的，那是要老大人未痴呆，就是爱较早啊带孙回来，哈，这个就是一个温暖和谐家庭的。最重要、最重要的这个元素，哈，家庭若和谐，啊，是大人身体勇勇，这都是社会安定的上宝贵、上重要的因素啦。嘿，啊，恁即马安尼，做生意，太太拢负责这个，伊拢负责这个款内底款货，安尼啊，我是嘿，那。变那个左手啊，都打下手，伊较专业，较内行啦。嘿。我算两个人啊，我都用用啊，都往往迄落该打下手安尼。你无两个，店无两个吼，你嘛歹做，然后先要重写啦吼。嘿。啊，都互相啦。嗯。啊，伊较无用啦。不要哈，你帮太太较无用哦。伊较无用，伊拢爱去传遐会有诶无，啊我着算加减甲伊斗迄落啊，看头看尾。做平摊开，平摊开啦。平摊开哦。啊，人客来啊，伊着接待。啊来安尼。啊，我着尽量做后面的工作。安尼哦，哇，所以这样也是我们在三之一咖啡这里看到陈老板、陈太太，他们的家庭生活，虽然说年轻的时候在事业上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呢，现在看到他们能够这么乐观，哈，有自己的这个退休后的生活，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社会的楷模。
食老，咱嘛是爱会晓讲安排咱的这个退休生活。安排这生活，啊，唔免让囡仔负担。是是是是。啊，囡仔嘛轻松，咱嘛轻松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咱过咱的，囡仔过囡仔的。啊，奈讲一个礼拜爱因就当个聚会。嘿嘿嘿。对对。开心安尼就好啊。足满足满足，呵！今仔日咱嘛足感谢，伫这个第二期啊，六角楼旁边的这个三之一咖啡，陈老板、陈太太接受我们的访问，并且带给我们这么正向的能量。好厝边，祝福大家，身体健康，做生意的朋友嘛，事业大发展，祝福大家再会。